感觉那个打的那个 power 还是蛮强的，气势嘛。哦，我这一球啊，就是一个被吊到了，最后是吞下了老 K。这边再来重新看一下这个慢动作，幅度相当大的一颗滑起来稳定了。这一球周董挥棒落空，三振出局被 K 掉。再来看一下，又是那颗滑球，感觉是非常的有锐利。哇，那是对，又是一 K， 连续送出了两 K。虽然换了中信兄弟哦，不过这个黄山军们还是非常的力挺哦。接球，哦 ，Let's play。结果费格洛自己拦下来。哦 ，save。哇，这个还是、哎、非常惊险哦。太随便了，太随便了。这一球高国庆哦，非常惊险的状况下，最后还是完成了这个刺杀，结束了这个半局。结果这一球球的挥棒落空。真的，那支前垒打影响蛮大的。这边拿到了游击方向，好、oh, ，Let's play。琼基有没有机会形成一个6-4-3呢？啊，差一点点。我们球迷朋友哦，包括我们这里要看的球赛就是这样子。嗯，拥挤其实这一球已经速度是非常快了，大家对他期待是非常多。哎、这一球打的感觉还蛮扎实的。哇，这边的小破漂亮，接的更漂亮。嚯、哦，小破今天呢、哦，非常帅气哦，这个。应该是背后式的一个接球动作，没错，这应该 Webgem 如果有算的话，中职 Webgem 这一定会入选的、哦，是非常精彩的一个背后的一个接球。我小破一路往后退呀、啊，这球是已经到了墙边。陈江河这一棒打到了中野外野，哇！塔 K 啊，这一次不能让小破这个专美于前呢、啊，这一球的守备范围也是非常的大。我几乎快要落地的时候接到这个球、啊。嗯。今天虽然这个统一是在分数和打击上面表现有限哦、啊，破肩守备是屡屡都是精彩守备，最后可以看到非常大的一个守备范围。